禧哥，一个在榕树头挣扎奋斗了十几年的失明歌者，他早年在歌坛演唱，后来歌坛做不住，就在庙街街头卖唱。曾经有一个时期，禧哥连在榕树头卖唱的机会都没有，他说当时用大喇叭助阵演唱，声浪太过大，引起附近的住户投诉，终至警方干涉，令到这类演唱活动停顿了一段时期。一班搞曲艺的人都风流云散，要各自四处揾食，几经艰辛才重组班底，再起炉灶。为了招来观众，有些唱家班就靠唱咸湿歌，讲咸湿古而吸引人。他们很现实地说，这个世界揾食要讲噱头，而不是讲艺术。对于希哥来讲，就有些不以为然。他和他的一班手足对传统粤曲始终有一种执着，坚持要以曲艺水准来取悦观众。希哥每晚都要唱好几个钟头，他张开喉咙高声弹唱的时候，传来的不仅是一阵阵沙哑凄凉的歌曲，还是一种挣扎求全的呐喊。好似呢个班底到底可以维持到几耐呢？连希哥自己都讲唔出，揾到食就聚埋，揾唔到食就唯有散噶啦。咁啊，今晚啊够钟收到啦，多谢各位捧场啦嘛。诶，明晚再见，多谢晒，多谢晒，祝位朋友晚安啊，多谢晒啊。曲终人散，日浮一日，到咗午夜时分，庙街表面。